对过来。抓到快走了鬼，不要怪我啊，兄弟。快跑！快跑！连长，这里没有哨音。师长，少爷没在里面，少爷可能还活着。师长，那边的街坊说有一个穿西装的跳桥跑了，一定是少爷。少爷还活着。鬼子，迎宾。到边玉雕，为虎草得草。客官，您里边请。热头，姐，怎么了？你六哥呢？还没有消息呢，不是被捕就是被。昨晚我们住的地方暴露，你们的行动又中了埋伏，还有四通米店被破坏，这绝非巧合。苏州地下组织肯定是出叛徒，而且他对我们两边的事都很了解。谁是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？我觉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有问题。若彤，这事关许多同志的生死。如同我知道有纪律不能穿线，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们需要对一下信息。肖若彤同志，形势紧急。是老鹰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安排的。怎么了姐？我先生一早就去和老鹰碰头，我得去通知志平。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身子这样你怎么去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实在不行我替你去。你带上这个镯子，他会相信你的。好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去。小心点啊。哦，一壶碧螺春外加一毛钱的瓜子。得嘞，您稍等。哎，客官，楼上请。里边请。
抓住那个女的。封锁所有路口，给我追！是。人跑哪去了？啊！顾一中跑了。对。你故意让张吉平放走了顾一中，让他当替罪羊。阁下，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。这次的大搜捕，我们确实破获了他们的几个联络点，但是这样一来，我的内线细胞也面临暴露的风险。你不要忘记师团长的命令，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新四军太后的大本营。淮中清乡运动第一期苏长泰倾向的成败在于，我们能不能发现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太后根据地的地址。但是也请阁下理解一下。太湖一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，整个湖面上有50多个岛屿，要找他们的指挥部，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。你保证过了？您放心，我答应过的，我肯定会做到。我的计划是，不断的给苏州的共党制造压力，这样可以逼着他们往根据地走。我的内线细胞就有机会了。那中，你告诉我，你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？收手，杜脑。出于对内线安全的保密原则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它的代号叫八号细胞。八号。下楼了，是老鹰。老鹰有问题，不应该怀疑老鹰。老鹰真绝对的老革命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他不是叛徒，那特务又怎么知道醉霸先领接头的事呢？这事儿得慢慢查。你喝口茶，喘暖气。嗯。爸。爸，不敢当。是我不好，这么个形势下跪雇员，给您添了许多麻烦，我们又得走了，跟您告别来了。大小姐，这外面兵荒马乱，你挺着肚子去哪儿啊？爸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这个姑爷，但我还是真诚的叫你一声爸。因织平缘故，让徽宗负不孝之名，但请您相信，
不管前途如何残酷，我都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慧中。保护慧中？你还有脸说？当初是我在松江评论上看了你写的文章，才把你推荐给了张继庸先生。你这才到了苏州乐玉女中当了国文教师，可你不顾身份，不顾脸面，居然带着你的学生顾慧中私奔了，一走十年，杳无音讯。如今让他挺着个大肚子回家避难，这就是你的保护？你跟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？爸，我不管你干什么，有什么信仰，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，那这个男人就是个废物。爸教训的是慧中，你说你还准备挺着个大肚子东躲西藏？爸，今后什么打算？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吧。我故事于庆堂讲的是四维八德，这八德就是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。孝字不指望你，可其余的七个字你得记清楚了。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既然有负于家了，就不能再有负于国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副连长到，给他们多带些盘缠，抗个日，也不至于跟讨饭的叫花子一样。是。吴先生，慧中姐，在桌子。特务们来了，小姐，你快走吧。慧中姐，其实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有个地下交通员，是我们家原先在苏州的佃户，六哥介绍他入的党，他可以带我们去根据地。师长，那帮子特务呢？奇怪，他们并没有进来的意思，就戳在门口当门神。搞什么名堂？学生，九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大龙，我这放下，跟妈打点水去。走。这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向根据地方面申请。需要多长时间？最近查的比较紧，快的话也要三五天。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啊，苏州联络点出了叛徒。如果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的话，损失不可估量。还有，这电台根据地急着要。没有组织的批准，谁也去不了根据地，这是死命令。根据地的所在不能暴露。但我们情况紧急，我可以用电台发电报带你向根据地请示。
你看行吗？行，如果今晚能有回电的话，我们在凌晨三点出发。太湖这边鬼子的检问所在这个时间换房，检查的会松一些。魏忠姐，我进城一趟找玉忠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玉忠他没有跟鬼子斗的经验，他自己留在苏州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我尽快找到他，我把他带过来，我们一起回根据地。使过枪吗？没有。给我。检查弹匣，打开保险，瞄准，激发，看着枪口，害怕吗？不，你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。不害怕。挂彩了？还疼不疼？没事。过来，我给你上点云南白药。我腿伤的时候用过云南白药，效果还不错。穿起来。对了，你姐姐回来了，怀孕了，挺着个大肚子，还有那姓胡的。我姐安全吗？刀尖上行走，有条命就不错。那他们在哪儿呢？一窝蜂的来，又一窝蜂的走了。是你那位萧小姐带他们走的。若彤也来了。来了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组织上的事情能告诉我吗？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个组织啊？你们姐弟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爸，我没打算瞒您，我知道我做这些您也不会反对。富贵叔跟我说了，当年爷爷想让您继承沙场米庄的生意，您不也跑出来报了保定军校吗？富贵跟你说的？那时候我认为革命了，北伐了，中国从此要进步了，民众要过上好日子了。没想到这么些年了，中国还是一团乱麻，还引来了隔壁的倭寇。所以啊，爸，这找上门的仗不打不行。是，这倭人欺人太甚。把衣服穿起来。这弹匣子弹给你装满了，走吧。下个月是我60大寿，
你得回来。知道了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玉珠。若彤，你受伤了？我没事。六哥呢？敌人一枪把他打中了，我没有救出六哥。那其他同志呢？陆西生。这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太郎，都是九十号的一个圈套。你姐姐跟姐夫他们的联络点也暴露了，还有米店的老常也牺牲了，我们中间出叛徒了。是谁？魏忠姐他们怀疑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鹰。我记得六哥跟我说过，让我今晚八点去良友咖啡找这个老鹰碰头。你不能去，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。我必须得去。六哥牺牲前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他。如果这个老鹰就是叛徒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王副站长，王副站长，王副站长，查到了陌生电台，具体位置。第一次信号出现后，我让他们把西区和北区的电都给停了。结果一个小时以后，第二次又出现了同样的信号。电台的具体位置在东区和南区。南区这几天一直在停电，所以只能在东区啊，也就是我们一直怀疑的海湖交通站所在。认识老鹰吗？不认识。老鹰是六哥的上级，一直都担心跟六哥联络。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，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？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。快八点了。那人眼熟，像六哥的同学，灰色大衣那个，看到了。确定是你哥同学吗？能确认，段文涛，上海人，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。连科长，有任务啊？喝咖啡啊？对，那你有任务，你先忙。别着急啊，今天晚上有条大鱼。什么大鱼啊？朱站长让我来抓一个潜伏在九十号里的中国卧底。是吗？你就不想知道？是谁啊？合适吗？合适，合适。
这么晚来喝咖啡啊？这家咖啡不错，连科长，来一杯。哎，不必了，西洋人这玩意儿喝多了，晚上睡不安稳。老段，实不相瞒，当年周站长也是很器重你的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你投了中国，可惜了。不可惜啊，我反倒觉得你比较遗憾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能力很强，业务水平极高，不管是之前跟着周知飞在中共，还是后来在中统，你都是一名极其出色的特工人员，但你竟然也跟着周知飞下水当了汉奸。八点十分了，抓住。通知所有兄弟回家里。有肥啊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掩体横画要略细，竖点捺可以略粗，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，知道吗？来，你再写。来，稍微提一点笔，写横画的手腕要放松。你写啊。默许默许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永飞啊，你再写两页再睡觉，好吧？记住了，横画要细。老季，下来看看你儿子，我出去一趟。班长，不是开会吗？进城的，去医务室了。右防军遇刺了，死的是段文涛，伤了几个弟兄，都在医务室。段科长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。流了好多血，哎呀，我闻着就恶心想吐的。王副站长，我看你平日跟段科长关系还不错呀，就算人家是共军，你说话也不能这么损吧？他可是一直听你使唤，当初不也是你从上海给人家调过来的吗？我跟他这不熟，不熟你给人家介绍太太啊？什么人啊？这同志之间不得虚个谎。太君，新四军的那些细胞
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这儿来了，你们太无能了。是，我向您保证，不出三日，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。周继飞，你在他们那边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？周站长，你总不至于跟建腾太君也要保密吧？阁下，我向您保证，新四军六师根据地的位置，我的八号细胞很快就能找到。谁呀？雪生，是我。一周，姐，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还好吗？嗯。志平，你还记得？十多年没见了。胡老师。是姐夫，我跟他正式结婚了。姐夫。我已经发现他们的线索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找到新四军六师到底藏在哪个岛上。你找到？哎，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，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。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，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，还有水上检问所的太君们，跑不掉了。阁下。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，将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。这取消不了了，都布置好了都。丁丁哥，大弯刀是老鹰吗？老鹰是谁？我不能透露。但是他肯定不是。你们怎么来的？开车过来的。车呢？就在横石街。横石街离这儿很近，敌人早晚会查到这儿。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发？这会儿水上检问所的警察正在湖面巡逻呢。横速横来。晚上湖面雾大，看不清。我们坐两条船走，我在前面看路。刚才的鬼子跟上来了。坐下。丁梅，怎么回事？后面有尾巴。你们先走，我来引开他们。那你怎么办呀？别怎么办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大龙，去娘船上。快走！当日开炮对营旗，马不停蹄日夜行。到那一天，一地长沙军，关公先斩老杨林，他后的英雄。黄汉生，当日开炮。找那个红梅。喂。哎，不行！爸爸，不行！快点去，出发哩！你，来来来，别着急。
燕京小分队屁都没捞着，锦藤气坏了。东洋人要是能弄懂咱们中国人，那汪主席的国民政府还开张干什么呀？哥，您说，共党那边肯定没想到咱让顾义忠当这个替罪羊。至少目前看来，在共党那边，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一个八号细胞呢。要说搞打入，还得您是高杆啊。就说这个苏州新四军窝点，上海76号万里浪，他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您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埋着这么好一个棋啊！我们有个八号细胞，人家在我们这埋了个段文涛。哎，这句话很押韵啊！我有一个八号细胞，他们有个段文涛。这样看来啊，这一局算是平手。哥，咱们赢。现如今段文涛已经死了，咱们八号细胞正当用。哼。啊，对了，电讯科的陈刚，让他卷铺盖滚蛋。哥，陈刚可是搞监听的大行家，正经八百军统无线训练班出来的。再大的行家也不能用，他瞒着咱们把情报给了黄新斋，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？我已经跟李先生说了，他今晚会派个新的人过来。明白。慢点啊，姐，慢点啊！一二撤，一二撤，一二撤，一二撤。嫂子，水生哥怎么没来？同志，水生在湖上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。我们有紧急情况汇报，得见你们领导。有枪吗？把枪交出来。干什么？把枪交出来。自己人。凭什么呀？我说你这同志，你懂不懂纪律啊？什么纪律啊？一中，新上岛的同志不能佩戴武器，审查过关后会还给你的。一中，给他们吧。哟。1 2 1 1 2 1 1 2 1，这几间都是空房，你们四个人一人住一间。啊，我跟我丈夫也要分开啊？我姐可怀着孕呢，她需要有人照顾。我说过了，一人一间，还有没有许可谁也不许出门，这是纪律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可都是自己人，你们凭什么像看犯人看着我们呢？李冲，组织内部出了叛徒，我们四个都有嫌疑，包括我跟你姐。同志，有没有军医啊？他手臂上有枪伤，需要处理一下。我马上安排。站长好。站长好。喂，干嘛呢？站长，走。师长，
来客人了，说是少爷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哼。Thank you.